最近脱口秀太火了，我老家一个开足疗店的朋友都来找我合作，让我在他给客人捏脚的时候站前面讲脱口秀。我说可以，但需要你配合。他说怎么配合？我讲到梗的时候你抠他脚心。田萌换了个风格。我以前觉得幽默能吸引女生，我中学开始就爱写笑话讲给我喜欢的女孩，她笑得很开心，然后讲给她喜欢的男孩，那个男孩再讲给我。一个笑话幽默了一圈，就我不开心。上海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很现实，是为了分担房租，很现实。其实情侣同居之后也会有一些烦恼。有一天我睡得正香，我女朋友把我叫醒了，她说杨波，我睡不着，咱俩聊聊天吧。我很生气，我说聊啊，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？他开始数，数啊数，睡着了。我睡不着了。你们也能听出来，我的感情生活并不是很顺利，但我觉得没关系。因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，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老师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但在我真正当老师之后，我发现并不快乐，并不快乐。我之前教高中物理还是高三，压力特别大，题我都不会。学生也很笨，没一个能给我讲明白。后来我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经常要和老外接触，但我英文很差，每次出去都是老板给我翻译。后来老板把我开了，可能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。每次谈完生意，客户老外都是过来加我微信。然后看着我老板 good job。 我老板看着我干得漂亮。杨波赢了呀。我说这句不用你翻译。其实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瞬间。之前有一次公司加班，晚上10点，一个女同事忽然大哭，说自己刚做完的20页 PPT 忘保存了。所有人都上去安慰他，老板都亲自过来一顿操作帮他恢复了 PPT， 发现只有3页。好啊，最后我想说，脱口秀是我的工作，但我生活中不是一个开心的人。我上次笑还是我哥结婚的时候。
新娘跑了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ay。Hello， 我太难受了，我太难受了。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，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，我太难受了。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我去找效果老板，我说老板，咱从节目考虑，淘汰我不能上热搜。有道理。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，是因为没人认识我。老板说对。你是谁啊？谢谢。今天的主题是上班。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。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，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，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上海话。他说这是英文。我说但这里是中国。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。哇，那么快四产生了，哎，做咱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强。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。我的校友全来了。当年在我们那里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，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。我来效果面试，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，我说当了四年海王。他说你真不要脸，符合我们公司文化。我很喜欢鱼，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，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。为了从事这个行业，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，换气很难，要在水上吸一口气，水下吐出来，水上再吸一口气，我不会，在水上吐了一口气，下去喝了一口水，上来吐了一口水，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，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。当年因为过度捕捞，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，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。当时我在上游放，渔民在下游捞，鱼都懵了，啥意思啊？欲擒故纵啊。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，鱼都还记得，这鱼是七秒钟，七秒钟的记忆。我喜欢你们。
很聪明，很聪明。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，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。我太不要脸了，符合这个公司文化。我们继续。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，有一次开会，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，又拿了10根筷子也掰断了，说看见了吗，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。太强了。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，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，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有一天晚上下暴雨，我在街边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，哭得很惨。更悲哀的是，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，还围上去拍短视频。我很心酸，我走过去，我说兄弟你怎么了，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。大老师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，没头没尾的。没有想到吧。最后我想说，我去过很多公司，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，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。同事之间氛围很好，我还发现小北，有人认识小北吗？有一些。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，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。讲完了，谢谢。Hello。 上一轮结束后，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，我干了一件我从没干过的事情，去坐了头等舱。很失望，头等舱的空姐服务质量太差了，把我赶回了经济舱。现在小孩太嚣张了，我有一个5岁的侄子，他淘气，我打了他一下，他居然都对我喊，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我说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？他说让他俩干一架呀。我也愣住了，问我哥他爸到底是谁呀？我哥说你疯了，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儿吗？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，她平常只看综艺，前两天我推荐她看奥运会回放，他被100米短跑迷住了，跟我说杨波他们怎么跑这么快，这还是人吗？我说你把2倍速关了。苏炳添百米成绩4秒91。我说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，他说那你还去参加。我讲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，有人微博问我你是不是忘词儿在想呢，我说不是，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。
我太不要脸了。我们继续。我很讨厌上班早起，有一天我起晚了，怕迟到，打了个专车，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，他看着我，你好像要迟到了呀。我说那就看你表现了，还是迟到了，他扣了我工资，我给了他差评。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，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，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，我很害怕，我假装看不见他，开始玩手机，来了一条微信，别装了，我看见你了。我很尴尬，因为那天我请了病假。他看着我，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？公主病。好了，我要讲一些正经事儿了，我要开始走心了啊！大家准备好。我来上海很久了，我有一年春节没回家，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。别误会，她已经70多岁了。她看着我，小伙子，我孩子今年也不回来了，但看到你吃饭，我好开心。我说阿姨，你也吃两口吧。就知道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了。最后我想说，我的风格就是这样，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。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，因为第一轮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，结果上个礼拜他俩真离婚了，还让我开车送他俩去民政局。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，因为要憋笑。我哥更难受，他没憋住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我来上海很久了，刚来的时候跟人合租。要共用卫生间，很不方便。尤其我的室友是女生，我俩经常爆发争吵。我说，你洗澡能不能快一点？他说，你能不能先出去？别误会啊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俩是姐弟恋，姐弟恋，相亲认识的。她是媒婆。后来我俩分手了，因为他有了新客户。所以说我很羡慕我哥。我哥在上海有一家公司，但一直单身。之前他拉我陪他去静安寺求姻缘，很灵。一个月他的愿望就实现了，找到了对象，但公司倒闭了。我的愿望也实现了。有一对兄弟，两个人发展相差很大。哥哥游手好闲，现在在火车站偷手机。而弟弟脚踏实地，开了一家手机店。我妈特别爱砍价，小时候她带我出去，对方说3000，我妈说200，不行就下一家。我说妈，要不就3000吧，咱已经走4家医院了，我快不行了。我妈说别着急，她会出来叫咱们的。女生的问题很多陷阱。有一天我女朋友问我，你猜我在医院碰见谁了？我脱口而出，你为什么去医院？
他愣住了，说因为我是医生。你心里没有我。我很讨厌灌酒，有一天朋友约我吃饭，拼命给我灌酒，拼命给我灌酒，我刚要灌他，他说一会儿要开车，我很生气，因为我也是开车过来，我只能叫个代驾，他接单了。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我工作的时候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声音，杨波，你为什么不辞职？转头发现老板在我旁边，他说的。在职场里面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公司聚餐，经理说，杨波，给大家讲个笑话，不讲就是看不起我。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。他愣住了，说这笑话不错啊。我说我就是看不起你。他看着我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这叫 callback。 谢谢吴伟老师。哎，其实我说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吧。最近我哥因为一些工作失误腿断了，这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。手机店倒闭了，我喜欢你们，很聪明。我的风格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全家已经没一个好人了，但他们不在乎。我舅舅还来找我，杨波，你能不能把我也编你段子里边？我说好。你喜欢偷看人洗澡？他说不行。你能不能编个假的？我说你能不能先出去？最后我想说，我真的很爱写笑话。我曾经开了个网店，卖我写的段子，方式是付完款后，我打电话讲给他，他笑得很开心。选择了七天无理由退货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。嗨，还挺管用啊。Hello。我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去找导演。说我要退赛，他说不用，我安排你淘汰。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，现在讲脱口秀。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，直到前几天，我妹妹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，他们才知道我学的水产养殖。因为我是被调剂的，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，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都问我什么情况，我说可能是缺氧吧。
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，追女孩要动脑子。有一次她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已经3年没人陪我过生日。我灵机一动，你生日是2月29号。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，表白当天发现自己不会唱歌，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，她唱得很好，女孩都答应了她，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，还对我室友说下次清唱吧。去年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，我对女生说我是脱口秀演员，她说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？我说好。你也喜欢脱口秀吗？她说不，我是黄牛。最后我俩没在一起，但会经常联系。上个月回老家，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，说我们镇上出现了一所凶宅，人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我壮着胆子去了，密室逃脱，我也没出来。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，门票太贵回家了。我奶奶很没文化，我来上海，她问我上海是江苏省还是浙江省啊？我说都不是，上海跟北京一样。她说啊，是咱河北省啊。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，但他俩不会用，夏天开着炙热还不会关，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对着空调吹，以为能降温，热得很均匀。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，因为外机吹的是冷风。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。我们继续。前两天我朋友过生日，买蛋糕没买蜡烛，插了20根烟，许愿要戒烟成功，怎么都吹不灭。我到一所城市会逛他最好的大学，之前我去北京，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择了北大，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北大有很多保安自学考上了北大，而清华没有，所以我断定北大安保比较薄弱，还是被抓到了。他说你为什么闯进来，我说你为什么没学习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。我前几天，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通过微博找到了我，对，说她要结婚了。她老公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，说唱歌求婚需要伴奏。其实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，但是我没去，因为很失望。去年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，所以今年他们没叫我。讲完了，谢谢你，OK。